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热爱螳螂的伟 J 老师。今天要介绍的主角身体非常非常细长，是经常被误认为竹节虫的长颈螳。让我们开始吧。长颈螳的英文俗名叫做 Giraffe Mantis， 形容它们的脖子很长。才怪！长颈鹿是真的脖子很长，但长颈螳长的地方是前胸。它们居住在东南亚的热带雨林，属于较为底栖型的螳螂。它们的男生和女生非常容易分辨。雄虫有完整的翅膀，但雌虫属于短翅型，翅膀只有一点点，根本盖不住屁屁。长颈螳属于大型螳，雄成虫可以长到8公分，雌成虫则可以长到10公分。它们有个特别的地方，跟一般的螳螂相比，它们的捕捉足上有刺的地方并不多，因此能捕捉的猎物也不会太大。此外，长颈螳中后腿的比例非常长，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弹跳能力。雄虫在起飞之前，会像蝗虫一样先收后腿，再用力一蹬。好了，以上是本期一周一堂课的介绍。我是热爱螳螂的伟 J 老师，希望你喜欢本期的影片，我们下次再见。